后，爸家的姐姐竟然是前女友，还搬进了我家。嘿，Siri，一父一母的亲姐弟可以结婚吗？你干这嘛是呢？我在百度找到的内容。那个没啥也没干，你看这。不像，不是像那样，误会了，误会。来找你谈谈。你说呗。你也知道现在咱俩的关系。太敏感了，这个话题。你也知道现在我是你姐，所以咱俩不能。来，我没打算跟你和好。那就行，有点分寸。是你要注意分寸吧？啊，还有，咱俩都同一天生日，凭什么你是我姐呀？我问你妈了，我比你早出生一个小时。不是你，那你也不能随便用我刮胡刀吧？去开门去。嫂子，说好了？没有。那你俩这是？现在晚上还姐？哎呦。你俩玩挺花了，饺子扮演，哎媳妇儿，今晚我也你爹啊！嘿嘿。